大家好，欢迎环正公司来参加我们广慈的说明会。请问这次政府请谁来督导广慈的地质专档工程试验分析呢？是地调所人员来监督吗？请告知大明，柯市长一向标榜公开，以示负责。地质专档工程是科学的、严肃的，研新专定工作是交给环正贵公司的专业技师们进行钻探工程，要诚实记录格式里，并在柱状图上签名以示负责，并且渠尾要保存。第一，因为可以做梁振坡速度；二是岩石的密度。还有现场试验分析记录报告上也要加以签名负责，各技师们要透彻的调查，安全评估绝不可以疏忽。而最重要最重要，就是在广慈基地的台北断层精确的位置，这是柯市长所重视的，实力坦白报告数据就对了。例如不用机装，广慈可承载力有多少，那就要靠贵公司将钻探调查就知道了。诚实是柯市长好，是为柯市长好，人民生命价更高。恳求贵公司能做到品质被信用地质钻探的优良公司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陈小姐的提问。那还没好。那是不是就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先说明一下哈。基本上我们招标的内容规格的要求，都要求就是钻探公司，当然它基本的技师的资格哈，应用地质技师，然后同时它采用的钻探的方式跟方法，基本上都是有经过一定的国家标准。那分析的部分的话，我先说明一下哈，钻探是由他钻探，但分析的部分，它基本上还是他要送审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请环正公司这边来说明一下。谢谢陈小姐的提问哈。那有关于那个地质钻探的那个鉴定部分哦，那个当时候是由本人亲自鉴定的，那个人的资历也是7年多了的哈。那之前是在中兴工程顾问社服务大概11年的哈。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敢说自己的专业说有多强了，至少就是说地质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，那经过这么多年的累积，我可以把那些不确定的性的东西降低。那我们当然会秉持自己的专业把它诚实的记录，因为老实说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案子毁了我自己的前程，这是我可以保证的啊。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报告，这个我们一定秉持着诚实的鉴定、诚实的记录。那当然，我们在报告最后提送成果报告的时候，也会由我们就是本人做签证的动作，签证就包括我们的技师章还有签名的一个动作。这个承载力有多少，这个当然我们就是按照既定的法规来走，我们也不会说自己编数据或什么。然后目前我们的那个试验也是委托 TAF 的公司进行试验，我们也不会自己做我想我的报告到这里。大概补充一下了哈，简单讲就是说，它的钻探跟它的施作的方式都有一定的国家法规的标准，好，譬如说它那个 N 值，它那个重锤就有一定的数字，它的高度也有一定的规范，那这些那个技师都要按照规范来做。那分析的话，刚刚有说明过，另外还有就国家认证的相关单位来做分析的资料，好，那当然这个钻探基本上哈。它其实就在各位活动的区域周遭都举目所及啦，好、哦，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安全围篱，但是那个安全围篱不像我们现在的施工围篱是把整个都遮住，不是，
基本上，各位如果说对于技师所提出来的钻探的方式，跟方法有疑虑的话，都欢迎各位提问，我们会请我们的公司把他所依据的方法跟这边把它讲清楚。好，是有什么？我刚刚有问说，地调所人员是谁来监督？地调所基本上是经济部的一个中央的一个单位啦。哦，基本上他也是公务机关，他告诉我们他的大名。您说这个案子跟地调所有什么关系？基本上。负责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刚才有说明过，这个标案是台北市政府来办，然后同时由委有。那当然他技师他刚刚有说明过啊，他负起签证的责任啊。他是他，我们政府您所谓政府。市政府是谁来督导督办？主办科就是我们都市发展局，就是由我们这边来负责。局里面的谁来？局长去盯他们。局长还是科长还是科员？哪一位？地调所。基本上啊，这个案子就由发展局的都设计科这边来负责。是谁？我们要一个明确的人物。好，基本上就是我，就是我负责。对，就是我负责监督嘛。我们这么说啦，技术方面，跟各位报告哈，我负责这个最后钻探出来的结果。好，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。今天我如果我今天我的都市设计科不到二十位的科员，我不可能派一位同仁就在这边定点，然后来看他从头到尾。基本上，承包厂商他必须要做记录，做记录，他不只是相片的记录，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你就是做拍摄的记录。应该是地调所的人员。很抱歉，这个跟地调所其实地调所的人员基本上。未来环评的主管机关环保署应该也要出来。这个可能我说明一下哈，行政程序不是这样子在进行的啦。那这个我说明过了，基本上我们经过公开的程序甄选出来的结果，基本上技师负有他签证的责任，市政府都市发展局负有监督的责任。各位如果说有疑虑这个部分会造假的话，我只能说我们这边。是，地质专家，我相信各位，如果说这个对于这个部分有疑虑的话，我们会把我们现在钻探公司钻探分析出来的结果，我们也会请相关的单位来做判读。各位如果有这个疑虑啦，过程当中我会要求他做完整的记录，无论是拍照或是摄影，这个部分要麻烦，就是说必须要做完整的记录，那各位如果说你说要饭局这边要有，或是说去委请中央地调所来合派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就是定点在这边监督他的施作过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督导我们这么说啦，这个过程当中他做完整的记录，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，我们会请相关专业的单位来一起来判读，好吗？这个我可以承诺这样做，但是我没办法承诺各位说，我现在一位同仁，然后跟着他无阻，然后就是24小时，就12小时，然后在现场定点。很抱歉，也不是这样在操作。是怎么样？你们去突击的频率是？你所谓的突击的频率是？就像大巨蛋那样，你们要去看他有没有偷偷施工，就是就不定时的去看一下他们。我想我们尽可能在他施作的范围内，不定期来做现场的检查，可以吗？我们要确认说他没有按照他标案的承诺内容来施作，但是我必须跟各位，实务的状况下，我没办法派一位同仁常驻在基地，因为以这个标案来讲，300多万的工程没有这样做的，可能要让各位了解一下。当然，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协助我们来做监督的工作。如果说在座的各位有这方面地质专业的话，我们也欢迎，但是麻烦你要明确举证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这个问题我先回应到这边。不好意思，第一位，我们江小姐，你的简报好了吗？好，谢谢。